香酥地瓜条，姐妹们，一包是150克，到手只有3.9块，9.9块到手给咱们发3包，这一盘是1包的量，这个简直太好吃了。香香酥酥脆脆还不油腻，吃起来甜度刚刚好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看这个色泽太诱人了，这个就是用新鲜的地瓜做的，太解压了。解馋的小甜品它来了，紫米香芋波波，哇好好吃啊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冰冰凉的，里面是添加的赤藓糖醇，没有白砂糖，吃起来微微甜，每100克的热量只有54卡，太优秀了。里面有燕麦、紫米、魔芋粉，这个贼辣解馋。你在甜品店点一杯这个，要不要你10几20块钱，姐妹们。如果你今天早上不想做饭，你就拿一杯它放到那个蒸锅里边加热一下，它就是一杯暖暖的热热的早餐，一杯只要100卡，它里面是添加了牛奶的，看那个浓稠度，像咱们身材管理又很馋这些小甜品的，这个你可以闭眼入，简直就是为你们量身定制，它的热量真的太优秀了。你看它附赠的这个小勺子质量也特别好，随时随地想吃就吃。净糕姐妹们，9.9块到手给咱们发3盒，每一盒是210克，里边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，看吃起来软软糯糯，里面有糯米、红枣、蜜枣还有红芸豆，哇太好吃了。吃起来黏黏糯糯，里边添加了红糖还有冰糖，那小勺子是里边带的，这真的太好吃了。不用加热，打开直接吃就是软软糯糯的口感，这个小盒子真的太漂亮了，自己吃着送人家都非常好。